凤舞战歌第51集。阿木图一口灌下杯中烈酒，一阵火辣烧过咽喉，忧虑的双眼暗暗发红，心脏的位置却愈加疼痛。他早就说过，除了放走他以外，只要他想要的他全部都会给，可是他宁可这样跪着，跪了一天。侍女为阿木图倒上酒，酒意弥漫，身体渐暖，脑海中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他的脸，拥抱的渴求越来越强烈，心却越来越冷，越来越疼。分明他就在眼前，他还是如此思念，正因这几乎将他淹没的思念，他才不敢上前呢。拥抱过后的冰冷，他害怕做错事情的人是他，是他给了他承诺要